First, subscribe, turn on notifications, and stick to the end of the video because, like you, we need to eat too.陈少，竟是在提纯炼制完成的丹药，这都可以。嗯。这丹纹药性融合度起码提升到了九成。丹药已炼成，还劳烦阁主借个修炼室给我。去我修炼室吧。嗯。嗯。陈少，这是我的私人修炼室，你只管放心使用。这个时间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来？哎，都中午了，秦晨不会不来了吧？哎呀，这简直热死我了，再这么等下去可不是办法。哎，是不是派人去秦晨住处看看？秦晨，我们得等到多久啊？怎么还不来啊？我这等的嘴都起泡了。就是啊，派人去秦晨的院子看一下，最好把他逼过来。喂，谁要和我去找秦晨这个缩头乌龟啊？我这小兔崽子让爷爷好疼啊。我也去。走。何人擅长此地？左统领，还记得陈某吗？我等前来只是想见一下秦晨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我管你是谁，此地乃是私处，给我退后。左烈，你什么意思？谁敢跨过这条线，老子不管他是谁，通通拿下。你敢？嘿，小小的陈卫军副统领也敢这样无法无天。大伙冲啊，别被缩头乌龟的看门狗吓住了。你们这是找死。嘿，哎哈，胆敢冒犯程卫军，给我拿下了。左统领，给老朽一个面子，放过他们两个如何？哼，有我在，天王老子也别想伤害陈少。天机
是说这左立当年身怀暗器，一辈子都无法突破了吗？怎么？何止突破，这都快天机中期了。左统领，哎呦，我的统领大人，你就把我当个屁，放了我吧。左统领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上有八十劳模，下有妻儿无数啊，你大量，别跟我们这些小人计较啊。你们来是为了生死台对决？陈少一大早就出门办事去了，你们也太晚了。滚！请问大人，请这大官没出门啊？秦臣早已离，滚！咱还搁这等什么？秦臣压根儿没想着来。哇，坑爹啊！散了散了，这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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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欺人太甚！将门秦家好稀奇，兄弟争泪不消停，英雄台上等艰辛，王八缩头不敢应，风起尘散已注定。将门秦家好稀奇，兄弟争泪不消停，英雄台上等艰辛。阁主啊，我们要不要把这消息告诉我？不要为这种小事惊扰了陈少修炼。嘿，三品凝体丹能让天级强者肉身提升一倍，果然不错。这点痛苦算什么？无欲顶级炼体功法不灭圣体第一重总算修成了，还突破了地级。上官希儿、风少羽，你们在无欲等着我。何方宵小，竟敢窥探我家阁主？陈少，几个时辰不见，怎么你就……陈少，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能获得天星学院年末大考第一了。萧阁主，可否借浴室一用？陈少真是越来越有男人味了。天色不早，就不打扰了。我送你。
血灵池之袭得防着秦风。想不到那秦尘竟是一个孬种。本以为能看到他被秦风羞辱的画面，岂料白等了一天，晒成人干了。哎呦，疼疼疼疼疼！聚宝楼的仇非报不可。谁呀？走路不长眼！秦尘，哟，连大少这么想念我啊？葛修，站上！你们还等什么？上啊！你这臭小子，忒装模作样！上次害我在严小姐面前出糗，今天也让你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乔仲，别跑！你，就你，少爷我都这样了，还不出手啊？一个小屁孩而已，给大家热热身也够了。有我在，他插翅难飞。出现了，光哥的狂狮怒拳乃是玄级武技，能碾杀同级武者，地级后期巅峰。天星学院大考第一，要在此陨落，真是天妒英才呀！我可是很期待秦尘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啊！不好意思，真让你们失望呢。要教训我？嚣张什么？刚刚根本不是我们的实力，大家伙一起上啊！给我狠狠地教训他！不灭圣旗！中招了！这阵仗，就算地级后期巅峰，也是个残。你们几个是没吃饭吗？什么？你们看着好累啊，不如一起回家休息吧。不可能！你想干什么？三二一，你们跑不掉了。这里是王都，你可乱来！叫啊，你叫啊！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。秦尘，不，陈少，你杀了我们也没有好处，但有话好商量啊！身上的东西都能给你，能，你点点。那些我看不上，要想活命可以，一人500万。什么？五百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那可是我白剑门几年的收入啊！你打死我也没有。连少主，何必妄自菲薄呢？
白剑门可是我大齐国首屈一指的宗门，连少主将来可是要继承白剑门衣钵的呀，少于500万，这不是打你脸吗？这少爷加油。葛兄，你说对吗？陈少，陈哥，陈爷，我这张秤怎有那么多呀？可以分期吗？这样，你先写个欠条，哪天高兴了，我再上门去取。葛兄，你身为葛家嫡子，便和连少主一样，也500万吧？我怎么能和连少门主比呢？哎，葛兄，何必谦虚呢？你可是未来的葛家家主，葛家生意遍布全国。葛兄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签，我签还不行吗？少爷，怎么还是报官吧？报你妹啊！真是个猪！是嫌你家少爷丢脸丢得不够，要全王都的人都知道吗？不如咱们通知门主，让他派高手前来，好出了这口恶气。父亲好不容易才允许我来王都一趟，这事要是被他知道了，还不打断双腿？可少门主。你写下了欠条，让那前臣找上门来。哼，有本事就只管上门好了，想从我白剑门要钱，看他有没有这个命。陈少，一天不见，陈少身上的气势似乎更可怕了。娘亲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成儿，你突破了。娘亲怎么看出来的？知子莫若母，你身上的变化怎么能瞒得过娘亲呢？娘亲不是告诉过你，进入血灵池之前不要突破的吗？娘亲放心，孩儿心中有数。既然你有主意，那娘亲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血灵池马上开启了，得尽快巩固修为。哦，那小畜生今天被骂成这样都没出现，真是个孬种。母亲，没想到秦晨这么能忍，简直晒死我了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妖祖山脉中危险重重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比如丧命于妖兽之口一类。好，那我就等着大哥的好消息。风儿，凤儿的仇就全靠你这个哥哥的了。我乃大齐国禁卫军副统领刚烈，奉灵武王大人之命来接秦臣延续皇宫。臣儿一路小心。娘亲放心，孩儿一定平安归来。左立统领，我不在的时候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只要有我左立在，秦小姐绝不会少一根汗毛。多谢左统领了。能为陈少办事是我之幸，今日成就全托陈少的福，断不敢辜负陈少期盼。身为陛下的成卫军，对着一个毛头小子如此恭敬，有负皇恩呐。走吧，别误了时辰。娘亲，我走了。陈少，左立在此，恭迎您归来。这是天级初期巅峰成卫军中的副统领，何时有这等实力？刚烈副统领，
不出方吗？哼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有什么能耐，记住血灵池。哼，秦尘小儿不过如此。刀副统领，你等我吧。老板，您这的包子我都要了。谢谢你啊，年轻人。哟，这不是刚烈副统领吗？吴涛，听说你被安排去了。哦，西城贫民窟啊！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们咋的呀？要干仗吗？嗯。我这马车上乃康王府郡主赵灵山，尔等蝼蚁还不让开。嗯，哦，原来是赵灵山的马车。这马车不错，赵灵山你也太舒服了吧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惊动郡主大将。我和灵山郡主认识，阁下便是秦臣。你认识郡主，可郡主未必认识你。速速后退。住手。哦，灵山郡主。郡主，此人冲撞于你，我等这便将他拿下。哎，他是我朋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马车这么大，郡主你一人独坐太空荡，嘿，不如加个秦某吧。郡主愣着干什么？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啊，郡主，属下替你将此厚颜无耻之人赶出来。哼！我有让你动手吗？属下知罪，还请郡主原谅。下不为例，继续赶路。多日不见，四王子殿下修为愈发精进，我等敬仰。哎，张小侯爷谦虚了，
你是地级后期，此次血灵池之行跨入天级指日可待。哎，不敢当，比喻殿下，我等却如萤火，自愧不如。四哥，难怪我大齐五国大比输了这些年，有这群阿谀奉承之辈，我大齐能强得了才怪。自比萤火，这所谓的天才原来都只是些酒囊饭袋吗？见过紫心公主。六妹，休得无礼，张小侯爷不过自谦而已，怎可当真？哦，征南侯嫡子啊。你们是这一届天行学院的天才啊。在紫心公主面前，李清风又岂敢自称天才？大齐四美之首，年仅19便是地级后期巅峰，果真红粉佳人呢。又一个怂包，难怪年末大考也就是第二。哼，一群没骨头的，真不明白父皇看中他们什么。柳妹慎言。去殿下、啊、公主这话确实无理。秦风，就这些废物去参加五国大比，也是丢人。哎呦，秦兄。紫心公主，四王子殿下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秦兄，好久不见。看来当年天行学院年末大考输给秦风之事，已经成了四哥的心病。这次学院便让那些货色和我的好弟弟同去血灵池，真糟蹋了。你不过虚长我几岁，是不是太狂妄了？哼，不过是个贱民。如今阿猫阿狗都能找我的事儿了。秦风，这里是皇宫。公主和殿下不必惊怒，秦某只是想切磋武艺，只是忘了他们啊都是群蝼蚁了。父王请您去休息。多谢殿下，不必了。灵山妹妹。马车里，秦晨，这就到皇宫了，我还没睡够呢。臭兔子，竟敢对我灵山妹妹做出这么龌龊的事，找死！住手！他是秦晨，和我们一样要去血灵池的。
他就是这届天星学院年末大考冠军。冠军又怎样？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紫萱姐姐，你真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半路遇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没被怎样吧？星辰，有种的你就别躲在女人后面，给我站出来！离山，这疯女人谁啊？疯女人！你说什么？紫薰姐姐是王国六公主。这个疯子是公主。秦晨，还不快向六公主道歉，否则此砖便是你的下场。你又是谁？此人乃征南侯弟子张毅，三年前天星学院大考冠军，据传已达地级后期。这速度，我让你走了吗？站住！紫薰公主，别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脏了您的手，我来教训他。殿下，好一出精彩的大戏。见过太子殿下。秦兄，你见外了，快起来。你们也都起来吧。太子殿下乃我大齐储君，秦风怎敢无礼？说得好。二哥，今日怎么有兴致来这儿了？本太子只是好奇，这次天星学院的天才究竟有何能耐，让父皇开此特例？你刚不是说要讨教一番吗？张毅，看来太子也偏向秦风了。这一出手，我连紫薰公主都讨好了，真是天才。二哥，这秦晨是此次血灵池选手之一，若出事了，父皇怪罪下来，如何担当得起啊？不过切磋一下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殿下所言极是，小子接招。一道蛮拳。难道这就是祝征南侯从校尉一举成为大齐国一代君侯的独门武技？秦晨，接住了。张小侯爷出门没吃饭吗？休要张狂。秦晨小心。林山，不会真恨那小子有什么吧？还以为你多强呢，不过如此。清晨，你没事吧？到此为止了。刚才发生什么了？张毅败了。哎呦，真是好险啊，差点就输了。若不是为了在秦风面前隐藏实力，哪儿用得着这么麻烦。
哼，真有你的。郡主，我还想留着小命去薛灵池呢。啊，我以为，对不起吗？你没事吧？同时大考冠军，小侯爷还比秦晨长了几岁，怎会如此啊？一是小侯爷大意，被对方抓住了漏洞，才会落败。哎，就这么输了，太丢人了。可恶，秦晨，刚才是我一时大意，有种放开实力，再与我战一场。张小侯爷，你傻还是我傻呀？战场上给敌人第二次机会。你再者说了，就你这鸟样，重来多少次结果都一样。张毅退下。征南侯之子就这水平啊？真没骨气，连认输都不敢。我看这秦晨不错。太子，我是。我张毅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我的好弟弟，打了半天架，也不敢和大哥打声招呼吗？啊！林山，刚才没吓到你吧？你废物就是废物，哼！缩头乌龟当惯了，连面对我这个大哥的勇气都没了，哼！哈哈！啊！大家听到没？好像有条狗在叫啊！陈，住手！让开！秦风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四弟、六妹，这是人家家事，咱们皇室不宜插手。皇上驾到！喂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五国大比我大齐国夺魁有望啊。儿臣见过父皇。见过陛下。诸位不必多礼，起身吧。多谢陛下。风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听说今日前来的都是我大齐国的绝顶天才，特此前来慰问。风儿，你有心了。这是即将带你们前往血灵池的领队元丰大师、灵武王，他们我就托付给两位了。谨遵陛下旨意。保护陛下！不必惊慌，此乃元丰大师驯服的飞禽血兽，
云峰大师是一名驯兽师，看样子这是天级驯兽。这就是能速算天级武者的三阶驯兽血爪精英。老天，我要是有这么一只，天下哪里也不能去啊。这血爪精英将是诸位血灵池之行的代步工具。你们上来吧。看来是能在妖族山脉弄死我这好弟弟了。边上吧，正好讨教下修炼问题。我警告你，别打灵山妹妹的主意。小心张毅。哎，舒服。山妹妹，你就是抓稳了，血爪青鹰上至千米高空，若是掉下去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此次西北五国大比，大齐国成绩该会不错呀。听说令四国这些年也天才辈出。的确，我游历五国，各处遇到过不少天才，那国也不能说独领风骚吧。此行之后，我准备去别处看看。哎，你果然还是要离开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西北五国真气稀薄，资源匮乏，以你的天赋本不该被困在玄界，若愿意可以随我一起离开。陛下与我有恩，此事不必再提。这次就看他俩了。这秦风的确不凡，第一次乘坐就能在血爪青鹰背上呼吸自如，可见其对真气的掌控已登峰造极。哪怕四王子都有些紧张，他却十分镇定。你也注意点这些学员，万一有人摔下去，我未必来得及救。怎么了？此子何人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么躺在血爪青鹰背上，不怕摔下去吗？他是定武王秦霸天外孙秦晨。话又说回来，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明白了，秦晨以真气作为弧形护罩，飓风吹过，真气随之变形，风越大就将它压得越紧，牢牢扎在血爪青鹰背上。哼哼。
都给我抓紧了，千万别松手。父皇，锦城危险。见鬼了，大使天罡，大使慕容，大使法咒，大使虚惊。刚才是谁伤到了小青？我知道是谁做的。啊！就是他。你胡说！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张兄也许是想检验一下天级血兽的实力吧。娘，青银被袭之时，你明明在睡觉，怎么可能看到我动手？少血口喷人了。刚刚情况危急，小侯爷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观察本少，不愧是天才。我只是在看紫薰公主时，才无意观察的你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公主仙人之姿，鄙人担心你安危。反倒是你，你举止诡异，说不定就是用了什么工具，固定自己伤到青樱，诬陷于我。既然大家都不信，直接问他了。血爪青樱乃是血兽，即便被驯服也只能简单交流，如何认凶？言之有理。严峰大师不会的话，本少倒是可以一试。哼，小子，连严峰大师都说不行，你懂什么驯兽？知道如何和血兽沟通吗？锦臣，还不快坐下。怎么可能？站住！无妨，我在这就可以了。小青啊，小青，如果你知道刚才谁伤了你，就把他从你背上抛下去，狠狠给他一个教训吧。清晨，这就是你的沟通？真是白痴。血爪青樱要能听懂人话，这驯兽还轮得到你？笑死我了。你要小心了。快救张毅。清晨的话，清晨，你快和这小青说说，张一不能死在这里。没用的，
小青不愿做的事，没人可以强迫。小青，给个教训可以了。真弄死他，灵武王和元丰大师会很麻烦。啊，小青，居然听这小子的话！让他上来！小青说了，他只能这么带着张逸飞。林珊，你这清晨倒真有两下子。紫萱姐姐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山脉是大陆西北最雄伟的山脉，长近十万里，地域辽阔，真气浓郁，如同一条长龙横卧在西北五国之中啊。听说过了，西北五国每年都有大量武者来此冒险，有人于此获得惊人财富，也有无数武者陨落其中。传闻血魔教总部便匿于这妖族山脉。哈哈哈哈，这儿危险重重，血灵池更在山脉深处，此次若非有血爪青鹰带着前往，不但耗时，且会无比危险。之前两次试炼赶路我们就有伤亡，而且这空中也并非绝对安全。啊，紫炎鸟！准备战斗！孽畜，找死！不愧为大齐国第一高手。天级血兽被一刀斩杀，何时我才能有这样的修为啊？接下来我们会靠近地面飞行，就算遇到危险也有降落的机会。坐稳了。肖战，还不速速禀报！原来是肖战大人。一二！哇，没想到此处军营规模也如此庞大。血灵池外，西北五国都有驻军。不过自有了五国大比凤，
你撤掉去。属下严怀，见过灵武王大人、元丰大师、四王子殿下、紫薰公主。严怀将军不必多礼，营帐已经准备好了吧？啊，回灵武王大人，早已准备妥当。辛苦了。这就是我大齐国此次得进血灵池的天才。以往名额都是从20多岁的天才中选出，这次也太不公平了。哼，公平？省省吧，谁让我们没有背景呢？哼。都给我闭嘴！哦，郡主，他们也是这次我大齐参加五国大比的少年武者。一个月前，叫来妖祖山脉进行训练提升。五国大比，各国都会派大量武者参加，排名靠前的天才越多，也就代表这个国家实力越强盛。他们虽有参赛资格，却不能进血灵池，所以心里不平衡吧？是不是不服气？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了？刚刚不还厉害得很吗？难道我大齐国的天才个个都是孬种？对，我们是不服气，凭什么所有的好处都要让给这些权贵？难道就不能给我们这些普通人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吗？你们都是普通人？你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家乡即便不是官宦子弟，也绝非普通百姓。所谓穷文富武，修炼武学需大量资源，能在20岁出头便修炼到地级中后期，怎能算是普通人呢？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公平？不过既然你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我肖战自然也不能无视。你们之中谁觉得自己能胜过他们，就站出来，只要能将他们击败，我便做主将他们的血灵之资格给你们，如何？不是真的吧？我灵武王岂会言而无信？我要挑战。不好，居然被宗强抢先了。以宗强地级中期的修为夺得一个名额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你想挑战谁呀？他。开始吧。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要给普通人一个机会，却不敢挑战权贵，举来挑战身为平民的我。哼，真当我王启林好欺负吗？卓言拳。断了两根肋骨，哎，
刚才那是刀意，连天级强者都难以领悟的刀意，怎么可能啊？哦，除非他对刀法的领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可他才十六七啊。这应该只是刀意雏形，不过距离刀意也不远了。还有谁要继续？我要挑战。是小熊，我要挑战的。听说他离地级后期只有一步之遥哎。就是他。啊，我保证军神第五王的外孙蒋忠，以后还想不想从军获取功勋了？听说这秦尘已经被秦家赶了出来，他废了亲分，秦风更是从边境一回来就约秦尘生死对战，这早就是两家人了。难怪蒋忠还真是精明，赢了秦尘帮秦风出了气，日后仕途不愁啊。唐王大臣，怎么可能？蒋忠刚松一拳就败了。什么王霸拳，真是无聊。还有人挑战吗？妖孽啊，这还挑战个屁呀、啊！蒋忠都被一招击败，我们上去也只有被一拳撂倒的份。就是啊，不挑战了便好，还都是我大齐少年英才呢，整天和自己人争斗不休，日后你们还是多想想如何在五国大比中存活下来吧。五国大比还有伤亡？自然，每届大比都至少有一成的人陨落，五成人重伤。上届五国大比，我大齐116名年轻武者出事就殒命了17人，重伤残废加起来也有39人。你们猜最后多少人进了擂台赛？19人。如今五国虽未爆发战争，但各国之间冲突不断，就说我们和魏国，边境每年都死去上万将。三天之后是血灵池开启的日子，到时我会派人通知你们，这几天先好好调养。殿下随我来。哦。我先休息一会儿，晚上出去修炼，不会打扰你。睡觉都抱枕，真是个刀痴，只差一步我就能跨入地级中期了，得抓紧修炼。没想到血灵池外竟有这么多军队驻扎，看来只能再等等了。秦尘，哼，为了这次洗礼我压制修为很久了。
希望这血灵石别让我失望。有人在练刀，这刀声这么练，就是再给你一年，你也未必能领悟。谁？呀，秦晨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知道你想领悟真正的刀意，可惜再这样下去，只会误入歧途。哼，胡言乱语。没事的话，你可以走。哼。你最近修炼双手的少伤少阳穴是不是经常酸麻？这两天子时还开始隐隐作痛，你一直觉得是自己修炼太过而致食指疼痛，因此常年服用止痛丹。可最近药物也失效了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那不重要，我只知道你这样下去迟早经脉尽断，连菜刀都握不了。危言耸听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不信的话，你摁住后椎天井两穴试试。这后椎天井两穴属于少阳三焦经，你的隐疾已蔓延到手臂，再不治疗必成废人。一二三，且慢，还请神兽救我，我不想变成一个废人，我还要变强，成为我国最顶级的刀客。我既指出你的问题，自不会置之不理。别动。好快，搞定。太神奇了，拔刀速度至少快了五成，简直是脱胎换骨。你身上闭塞的经脉已被我打通，好好把握血灵池洗礼，治愈暗疾。多谢神少，以后你有吩咐，我王启明若皱一下眉头，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也罢，救人救到底，我这刀法你且看好，能领悟多少但你造化。不畏绝路，记得光明，这才是真正的孤风刀法。世上并无真正的绝路吗？我出身平民，从小吃尽苦头。明儿，快休息一下，来吃点东西。明儿，爹没保护好你。娘，以后自己保护好。我倒有什么好稀罕的，哥回去给你买他个十把八把的。却从未想过放弃。最终
考上了天星学院吗？在学院中受尽嘲笑。第四名，王启明。这不正说明，只要心赤诚，绝处可逢生。这就是刀意。你悟了。多谢陈少指点，我王启明才能有此突破。听说昨儿你齐国的天才们到了，本公子倒是好奇啊，究竟是哪些歪瓜裂枣？何人来我大齐军营奉祀？在下大卫罗景山，来看看你们齐国的娘炮们有没点长进。上届就没人，估计这批和上届一样，还不够我们练手的。什么玩意儿？烟杂小卫，有胆在此撒野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中若有人能接我一招，我便收回之前的话，不然，兄弟们，齐国废物，啊！废物，废物，废物！人王霸权，养虫小技。什么天才，也太不经造了吧。魏国的人来我大齐驻地闹事，我腻了吗？严怀将军，我等只是想见识见识您大齐天才。再说本就是你们先动手，却连本公子一招都接不住。齐国男人都娘们唧唧，我们就是想闹事也闹不起来啊。找死。老青，阿怀，小辈玩闹，你出手也太不像话了吧。姓古的，咱们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过来作甚？魏国选手就这番教养。四王子殿下出自于蛮夷之地，也难怪了。王子见过紫薰公主，林山郡主。哎，这齐国感情是把五国大比当郊游了呀，还派俩小姑娘。还别说，长得挺正。四王子是吗？那定是修为不凡，指点一二咯。殿下无需理会这等小人。哎呦，我好怕怕哟，不敢应战就直说。来吧，不是想让我指点吗？四哥，我贵为皇子，岂能让对方小看？哎呀，王子就是王子啊，豪迈，罗某佩服。赵薇这么容易就被击上台了。三王子殿下，听说这是齐国顶尖天才，正好见识一下，也好有所防备。不过是杞人自夸，怎可与殿下相比？齐国这次进血灵池的，居然还有不少毛头小子。曹恒，这就是你想打探的齐国天才？你还？
下好快的速度。重演血脉。不好，殿下！为国天才不过如此。你疼。罗景山，你输了，跪下道歉。哟，怎么怂了？要不要我帮帮你？住手。小辈的摩擦咱俩还是不要插手了吧。严八婆，凭你能拦住我？齐国人民什么事？胜了就耀武扬威，输了就想抵赖，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肖战，你想引发两国战争吗？哼，魏国国君会为了你跟我大齐开战？跪下道歉，给你一条活路，否则……对不起。妈，慢点走，天才！鬼鬼祟祟的派几个废物来试探闹事，小人作为。鬼仙派和魏国，这肖战还真是嚣张啊！以为自己无敌了吗？肖战乃是齐国第一高手，一身修为登峰造极，你贸然上去绝对吃亏。林长老，你也不是他对手。我鬼仙派除了你父亲念素宗主外，也就两位副宗主或可与其一较高下了。哼，那就五国大比再分高下。哼，此次五国大比，你们除了要小心魏国之外，也注意一下鬼仙派的弟子。鬼仙派是西北顶级宗门之一，若与魏国联合，我大齐处境怕是不妙啊。你们八个跟我来。哎呀，哇，喂，什么鬼啊？这些小孩难道就是齐国人选？连八个天才都找不到啊。不会是来打酱油的吧？这几个小鬼不过地级初期，即便进入了血灵池也吸收不了多少能量。齐国国君不会是老糊涂了吧？放肆。肖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尉迟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能来，我为何不能？肖战，对一个女弟子大呼小叫，不符合你齐国第一高手的身份吧？李鸿忠，我大齐和魏国之事，与你鬼仙派又有何干？哎呀，老朽只是打抱不平而已。鬼仙派竟真和魏国勾结在了一起。你们都记清，
魏国和鬼仙派的弟子，若在初赛中遇到，务必小心。是，大人。看来五国表面和平，暗中的冲突却不少。初赛中若遇见齐国弟子，杀一个，老夫赏一个。这次由我鬼仙派助你，只要那齐国弟子敢来比赛，就难逃一死。西北五国战斗力排行，梁强于齐魏，强于赵宋。此外，宗门领袖林天宗与鬼仙派均实力强劲。看，赵国李梦白21岁就修到了地级后期巅峰。宋国据说也出了2个，非同小可。哎，快看，林天宗的仙女。好美啊！肤浅，牛千雪可是凌天宗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18岁就到地级后期的那个。诸位都到齐了，走吧。男左女右的位置进入，吸收完成后，阵法自会将你们排出。为何要男女分开啊？血灵池会伤及皮肤，腐蚀部分衣物。会腐蚀衣物？血灵池难道是内包吗？郡主不必担心。这是与蚕丝缝制的衣物，不会被雪灵池腐蚀。李莎，我们一人一件。切记，一旦坚持不住，必须立即离开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扛不住了，快与真气抵挡。不放开身心，让林随夜之力浸透自己，怎么彻底改造肉身？天际的抵抗力了。应该没人比我进入更深了，先修炼片刻，再去更深的地方。
人比我来得早？齐国第一天才秦风，不是赵维吗？自然不是，这秦风才是齐国王牌，定武王秦霸天长孙。哼，那秦霸天常年驻扎边境，大卫在他屠戮的将士不下百万，管他什么秦霸天，我爱他爸爸呢，敢抢我风头，哼！你停手，万一引动了阵法被传送出去就麻烦了。等出去后要他好看。哦，鬼仙派的人果然都是疯子。你被误读去就是这里了。才一个多时辰，我竟从地级中期巅峰直接突破到了地级后期巅峰。若能再吸收一次，一举跨入天级也不是不可能。这灵池任何人都只能吸收一次，一旦退出不得再次进入。收获如何？回大人，弟子从地级中期突破到了后期，真气量提升了足足一倍，肉身强度也大大提升了。越早出来往往实力越弱，这次谁会坚持到最后？肖战大人，弟子收获极大，突破中期后距离巅峰只有一步之遥了，星辰他们呢，应该出来了吧？你是第一个出来的，以你的修为能坚持三个时辰已属不错。我是第一个。嗯，你已经坚持到极限了。还没出来，哟！灵武王大人，张毅，地级后期巅峰，不错。秦尘，怎么可能？肖战，你们齐国几个小鬼是死在里面了吧？我大齐弟子还轮不到你操心。陈少说，谢灵池能彻底治愈我的伤势，我绝不能让他失望。不止肉身强度和精神力足足提升了数倍，视力也得到了惊人提升。
那是。啊，灵髓经，这可是整座血灵池灵髓液的诞生之源，那在五域也是无价之宝啊，这趟来的太值了。不可能只有这么几颗，肯定还有。八美，不能再贪心了。谁？不好，跑到女生区域了。我说这是个误会，你信不信？哼，误会，你分明是破解了阵法，居心叵测，何意潜入？我小人。啊，还笑。哪里走？这剑好快！你想杀我？杀你又如何？在这里动手，不怕被阵法排出吗？阵法，宝贝啊！剑意，有此实力，居然还当淫贼，不知廉耻！啊，美女，再动手，你的蚕丝衣就要掉了。不走等死啊！三阶封锁阵，这女人身上怎么那么多宝物？不行，一旦因为破阵而脱颖，那妇女人必然追上来，得换个方向。淫贼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看了一眼，至于吗？我光着膀子，他还赚大了呢。什么人？回头再跟你解释，千万别说我在这里。你怎么呆呆的？脸那么红，是不是修炼出什么问题了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血灵池能量太过霸道，一时有些承受不住，真气外泄了。今天已是第二天了，你能坚持到现在十分难得，一旦坚持不住，切记第一时间离开。嗯，紫薰姐姐你放心，我不会硬撑的。怎么了？附近有人。
见了吧？谁？啊！你们两个，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外人路过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，你就是外人。莫名其妙，哼！我跟上去看看，他想干什么？你继续在此修炼。嗯。秦晨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那个疯女人走了。你对那幽千雪做了什么？还有，你怎么来的这里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来这里了。那疯女人见到我，二话不说就开始追杀我。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就麻烦了。作为回报，我帮你一下吧。好了，你继续修炼吧。想什么呢？之前我都快撑不住了，怎么突然轻松了这么多？难道该死的淫贼竟然让他跑了？别让我再遇到你。足够了，剩下的就留给别人吧。还是心急了些，派这些孩子来血灵池，若他们有人陨落在此，这啊，这小子总算走了。六个没出来，哇，一天啊，死在里面了吧？没事就好。哼，看你激动的样儿，不就多活一个吗？真可耻。嗯，你突破天级了。这一对比，我岂不是像个废物？又是天机，什么时候突破天机这么容易了？彻底打破以往的记录了。四哥。天级初期巅峰，
不错。殿下在里面有见到秦风和秦晨吗？秦风我倒是知道，他还在淬炼，可秦晨一直不见人影，他还没出来。死了？不可能。天机中期，无极，你可是破了血灵池百年来的记录啊！又一个，三个天机中期，迷魂困阵还没关闭。秦晨说不定还活着。难道是他？哎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等干嘛？怎么还不出来？都三天了，什么事？那个家伙是乌龟吗？还不出来？阵法坏了。我马上传讯给五国阵法师公会，让他们派人来看看。怎么是他？是，我就说了，一定是陈少。怎么会？果然是那阴贼。你们这是地级后期巅峰？不管如何，你没事就好。其实我早在两天前就试炼结束了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没被传送出来，还迷了路，这才怎么迷路了？真是，没事就好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大家出事都小心一些。出发吧。听说这次洗礼秦风坚持到了最后，一举突破天级中期呢。不说是秦晨吗？切，他可拉倒吧，他只是在里面迷了路，在最后一个出来，说起来都丢人。啥？迷路？骗鬼呢，明明第二天还在高位区。来啊，来啊。哼，此人绝对在血灵池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陈少，你真迷路了？你觉得我说在里面修炼了四天会有人信吗？也是，连我都突破了天级，陈少你。武者修炼必须循序渐进，打好地基比平地造房更重要。今日便是五国大比的初试，诸位随我来。
今年我西北五国共有1700名年轻武者参加大比，大比共两轮，第一轮生存历练，第二轮擂台对决。第一轮生存历练的任务是在我身后的这片山林中生存超过5天，猎杀足够的血兽。通过考核的标准是猎杀一头天级血兽，凭证是血晶，3枚地级后期，10枚地级中期或20枚地级初期血晶都可视作一枚天阶血晶。啊，一头天级血兽，这也太难了吧。考核结束时只认血晶不认人。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掠夺别人手中的血晶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明显吗？一会儿跟着我，我们去想别人的。这世上人心比血兽可怕多了。分发到各位手里的是保命的定制玉牌。从激活到传送至少需要一个呼吸，慢成这也叫传送令牌。遇到生命危险只需捏碎它就会被传送出来，但这也意味着你的考核失败了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活着回来。出发。地级中期的铁爪穿山甲，运气不错。齐国血灵池弟子，杀一名齐国血灵池弟子，我曹恒赏一柄3阶宝兵。宝兵到手。外能制火，让了你一招，该我了。
血晶都给你了，你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，齐国人就得死！曹恒，死亡殿下，我会放过你的！啊！啊！算你们跑得快。齐国的小老鼠们要等我。好弟弟啊，以为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去吧。秦晨，这妖族山脉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以往能闯到第二轮的选手一般只有十分之一，不知道这次会咋地。有人被淘汰了。就是你看这么快，哪个选手啊？乔征，许国，你们这是灵武王？医师，大齐国好歹也是五大强国之一，这么快就有人被淘汰了。这伤是怎么回事？灵武王大人，是那个什么？伤这么严重？是啊，这有曹恒，不愧是三殿下，只可惜啊。下手还是轻了点儿。你说什么？生存历练。什么叫生存历练呀？那就是适者生存，被淘汰只能怪自己实力不济，怨不得别人。大家说是也不是啊？是，说的没错，就是错。若我大魏弟子被淘汰还哭哭啼啼，老夫必定严厉责罚呀。哼，都当自己三岁小孩呢，玻璃心还参加什么大比啊。能孕育出灵髓池，这妖祖山脉不简单呢。对了，我的剑不就出自这儿吗？黑暗时代之前的物件，哼，也不知什么来头。齐国天才，我很吓人吗？这种废物也来参加五国大比，活该早死。才两颗地级初期的，真没用。阁下，难道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吗？哟，今儿运气不错呀，又来一个。阁下，没有听我说话吗？哼，秦晨，你不会以为能和我一较高下吧？你知道我？那当然，三殿下可是把你们一个个都查透了。不过你只是顺带，一个在血灵池都迷路的人
真让人提不起兴趣啊。你个草包，还敢瞧不起我，取你人头简直轻而易举。仅三个时辰，大齐就有30名弟子被淘汰了。被传送出来的便有那么多，连玉牌都为其捏碎而惨死的弟子不知会有多少。二阶宝瓶，哼，见识不错嘛。天赐一斩，七国草包配一柄袖剑也算相称。清风剑法，别杀我，求你别杀我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哦，说说看。你上当了。嘿，你别得意，他一定会带我杀了你，齐国人就统统死绝吧。魏国，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解决了11个魏国选手，都没见那些个天才，这是跑哪儿去了？又是那个缠人精淫贼，看你这次还往哪儿跑。冰块姑娘，秦某实属对你无意。哼，看光了我一句无意就可以了吗？我都说了那是一场意外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你把我当傻子吗？我的姑奶奶，你怎样才肯相信我？你发誓什么都没看见，否则双眼立刻被乌鸦叼走。我发现你们女人就喜欢小题大做，偷奸耍滑，卑鄙无耻，我今日就断你习武之道，省得你再去祸害别人。三阶宝兵啊，躲开了。剑法，哼，不知死活。天女虽有，
但花艺不行，可惜呀、啊。你懂什么？差不多了。你疯了吗？剑辉激发剑意反弹，你就真死定了，还不快躲开！天女散花居然被破了。被这家伙跑了，刚刚他为什么没对我动手呢？明明剑意比我还强。哼，他以为自己能跑得掉吗？这初世阵法父亲当年也参与了布置，锁定你还不是轻而易举。怎么不见了？可恶！哼，就你，还想追踪我？齐天才之一，哼，原来是秦少啊！失敬，失敬。嗯。哎，我说你懂不懂理啊？见到公主还不……嗯。少说两句吧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嗯。吕兄，您先。你没遇到魏国武者吧？我刚还用问吗？他要是遇到，早成魏人刀下亡魂了。哼！既然遇到了，你跟着我们吧。哼！现在是你们跟着我好不好？别跟了。啊！清晨，你就和我们一起吧。现在魏人四处追杀我大齐弟子。刚刚若非紫薰公主正巧路过，我们几个都已经……秦少可是进过血灵池的天才，单独行动肯定也不会有危险的。白静，你就省点功夫吧。哼，您说是吗，秦少？哼，这山林危机四伏，我正心惊胆战呢。既然紫薰公主这么诚挚的邀请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你要跟就跟上。如果不是因为灵山妹妹，我才来管你的。哼，太好了，又有异强加入，这下我们就算遇到天级血兽也不用担心了。哼，你未免太抬举他了，这家伙在血灵石里都能迷路，能有什么能耐啊？哼，换作我早就突破天级了。秦晨比我们都小，能有这样的修为已经很厉害了。也就你觉得厉害而已，同是秦家子弟，比起秦风来他就是个废物。阁下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专抢长蛇妇的伙计呢？你是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。哼，看着年纪不大呀，现下耳朵就不中用了。你个废物敢说我。你够了，都是大齐子弟，不明外敌在这内斗，成什么样子？啊，公主，我好生好气，明明是秦晨他莫名挑衅。是嫌东西还不够吗？好了好了，大家消消气。秦少，我叫白静，天目城白家弟子。这位呢是黄展，来自轩逸城。刚刚和你吵嘴的那就是吕峰大哥了，白玉城城主府大公子。这就对了，都和和气气的，吵什么？走吧。吕峰大哥虽然有些傲气，但人不坏。刚刚的事，秦少你别放心上。秦少，哼，叫我陈少。啊，
哦，陈少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魏国和鬼仙派联手，正四处猎杀我们大齐武者，搞得现在咱大伙连一人份的血精都没凑齐。啊，是地级中期的火焰蛮牛，别让他跑了！哇，吕峰大哥的天歌十三斩，真是愈发精妙了。这样我们两天之后就能集够血精了。有紫薰公主在，自然事半功倍。哼，不可掉以轻心，大家都要提高警惕。是。嗯。嗯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四周过于安静了？笑什么？不是很厉害吗？刚刚怎么不出手啊？哼，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是懦夫软脚虾，就想靠着公主通过大比试炼的废物。哎呀，少说两句。你别管。秦晨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嗯，尿裤子的是我了。你，我今日就让你瞧瞧我是不是个男人。放开。那林中就是铁背明狼群，是男人你进去啊。这废物想管我在众人面前出糗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诺夫，睁大你那狗眼看好了。他怎么了？该死的明朗，害我出糗，看我不宰了你！现在开心吗？让我看看你的雄风吗？几只小狼犬就追着你嗷嗷叫了。平凡首领了，我们几个头半天撑不住啊。
秦晨，现在我们都活不了了，你快醒来！是我逼你去的。行了，都是大妻子弟，一个都不能死。我既遇到你们，就定要将你们好好带出去。哼！这么耗下去不行，我去会会狼王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公主，公主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坚持住。没想到疯婆子还有这一面。快招架不住了，秦晨，你傻站着做什么？还不去将狼王引走？不行，秦晨根本不是狼王对手。他先前没一点贡献，让他引走一头狼怎么了？你心疼啊？我修炼的是鸿雁身法，我来。接下来就轻松了。一剑五杀，我是在做梦吗？先来救我。
就你？喂，春狗，欺负女人算什么？你的对手在这里。你先止住，等我一起对付他。多谢金，都是我们的了。放了他，别杀雪儿。心慈手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们去收集血晶吧。发达喽！还不快点收集血晶？不想通过出事了吗？你们还不快去，好意思让一个残障人士挖得那么辛苦吗？是刚才谢谢。小事一桩。不过你怎么知道眉心是狼王的弱点？天星学院藏书阁有本《血兽进化论》，第九章诀窍篇中就有铁背明狼的弱点记载。公主，有空多看看书吧。你说我谁啊？管我看不看。公主，你瞧。真是郎情妾意啊。野林中有美人相伴，这俩小子艳福不浅呐、哪像我们。哎，曹恒，你无极。三殿下，这前面有许多死去的铁背明狼，还有一头狼王。哟，杀狼杀上瘾了，看来
我们今儿运气真是不错呀。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觉着呢？三殿下，这大齐公主还真有料啊。那可是无极兄的小甜点，这是你可以觊觎的。对不起，三殿下，对不起，无极少主，小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知天高地厚啊。吵吵什么？烦死了。美人别怕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啊，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差点漏了一个。公主，玉牌失效，我们出不去了。什么？早就预料的事，不然你们以为他们为何如此有恃无恐？这小子有点意思。没错，这里早就已经被我们用阵法封锁，你们插翅难逃。诸位，只能拼死一战了，跟着我冲出去，有机会你们自己想办法逃。杀！哎，紫薰公主，你的对手可是我。给我去死！刚烈，喜欢。啊！速攻！缤纷三品血脉之力。魔蛇血脉。没错，正是我曹家魔蛇血脉。将另外几个家伙也拿下了。是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小子，去死吧！小心！你退后，这家伙我来解决。直入，这点修为也想杀我吗？什么？一个，一招毙命！你们几个施展战阵，拿下那小子！是是。战阵。在我鬼仙派战阵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死！皇上大哥！哦，不行，我得逃！我们逃出来了！抢跑！啊！什么？吕峰！秦晨！紫薰公主，不管你怎么反抗，都必死无疑，还不如在死之前好好陪一陪我们，保证让你欲仙欲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畜生，我跟你们拼了！
就你们几个也想拼命？此群他们有危险，看来是暴露一些实力了。啊，还敢分心？区区战阵而已，看我一招破他。师兄，不要急，马上轮到你。什么？远远的就能遥控这三柄飞刀，岂非立于不败之地？想不到阁下竟还是一名血脉师。知道就好，杀我鬼仙派弟休想活命。我这飞刀无坚不摧，动时穿金，竟敢用手去闯，自寻死路。哼，黑明玄铁，这可是炼制珍宝最稀缺的材料，对真气有特殊的破坏力，难怪威力如此惊人。你对我的飞刀做了什么？啊，不！你也是血脉师，也该轮到我出手了。敢夺我珍宝，给我死！一个地阶，真气怎么可能这么雄厚？鬼仙派的天才也不过如此，只是挡住了本少主一拳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好戏现在才开场。风之渺渺，该死！看我先破了你的阵！就凭你，简直妄想！此阵乃是我父专门找阵法大师练制。哼，想破阵，下辈子吧。是怎么找到的阵气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破掉的？等我劈开第二道阵气，你们就捏碎一根仙草。糟了，禁锢阵法一旦破开二根阵气，传送玉牌就会生效。我中招！
三天就有一半武者被淘汰了，这剩下那些若是都死在了里面，我大起威仪。灵武王大人，我大齐弟子正被魏国和鬼仙派追杀，损失惨重，若是两位殿下遭遇不测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就看他们是何造化了。白净，黄斩。医师这大齐也是倒霉到家了，简直跟收麦子似的，一茬茬倒啊，倒霉了。这大齐也太惨了。嗨，这就是活该。他大齐得罪了大卫，还招惹了鬼仙派，不死他死谁呀？哟，这两位伤得这么重啊。尉迟侯爷，齐国应该还有一小半废物没被淘汰，咱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们怎么伤成这样？灵武王大人是念无忌，还有曹和，他们利用阵法困住了我们。现在紫薰公主和清晨还在里面。冲，尉迟城，你们竟允许噬灵者带空间封锁阵法进入出世，简直卑鄙！空间阵法，这也太阴险了吧！太不公平了！怎么回事？对，这只是少宗主自己所为，与我鬼仙派可无关呐。念无极那小兔崽子能得到这样的阵旗，分明是你鬼仙派故意所为。老朽这可就冤枉了，少宗主天资过人，指不定那阵旗就是他从某个上古遗迹中得到的。就是，更何况出世规则里也没有说不能使用阵法，活用阵法那也是武者实力的一部分，你说呢，灵武王？秦臣都已经破开阵法了，他和公主两人怎么还不出来？眼下又过去半炷香了。肖战，我看你还是不用等了，那两人现在还没有出来，定是已经死在里面了。没想到堂堂大齐公主陨落在出世之地，想想就让人心痛。尉迟城，这都是出了什么事？你为国休想逃过！臭小子，破坏本少主计划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鬼哭神嚎！大鹏剑诀！魔蛇吐信，
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怎么还没走？你不走，我又怎能先逃？大姐，你还好吗？你还是先捏碎玉牌出去吧。坚持不住，我会走的，不用你这么着急赶我。真是嘴硬。报警了，我暂时封住了你肩上的毒气，你先歇会儿，我来对付曹恒二人。等会儿你记得替我解决那些个杂鱼就可以。不行，我去牵制你母亲，你对付曹恒，十招之内我可以坚持。若你能趁机重伤曹恒，我们便还有一线生机。听话，报警我。聂无极，你我联手先杀了那小子，再好好尝尝这齐国公主。也好。来得好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能操控本少主的珍宝？停！滚！可恶，这威力怎么比我施展的还要强？就剩你一个了，可恶！你们两个都要死！好强的力量，比刚才至少提升了五成。这是血魔教的血魔功，血魔教罪恶滔天，曾虐杀无数西北强者，我国曾下令绝不许任何人暗中修炼血魔功，为证杀无赦。哼，什么血魔功，我只知这是我鬼仙派的血燃大法。死亡拳套乃是父亲为我准备的三阶顶级宝兵，居然被一柄袖剑隔离，想杀此人还得想个计谋。子
寻快退，雷霆血脉，上当！不好，快屏息！糟了，这毒药通过毛孔钻入体内，精神力都无法阻挡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父亲从妖祖山脉遗迹中得来的上古毒粉，无相魂毒，玄级高手都无法抵挡，一旦中招就等着欲仙欲死，任人宰割吧。还好没有仓促出手，没想到聂无极身上还有这样的毒物。哼，我这好弟弟实力果然不凡，连曹恒都死在他手上，难怪秦奋和秦勇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念无极实力不弱，不如等到最后再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恶！想不到你中了无相魂毒还能反抗，可惜啊，任你实力再强，今日也难逃一死。结束了。我的好弟弟，你可真是让大哥看了一场好戏啊，不愧是我秦家人，连念无极这样的天才也死在了你的手上，佩服，大哥佩服。在我面前也想偷跑？哼，好弟弟，你想太多了。秦风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哼，我想做什么你们清楚吗？你伤我二弟，毁我母亲名誉，今日不杀你，如何向母亲大人交代？赵凤让你动手的，杀你何须我母亲授意？在我眼里，你只是一个跳梁小丑，杀你不过随手而已。放心，等你死后我回到王都，就送你母亲一同上，你们娘俩在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儿。我母亲可是你姑姑，你敢这么对她？姑姑？哼，在我看来她不过是个玷污了秦家威名的贱人而已。好了，时间宝贵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别白费力气，你现在的状态任何一个武者都能轻易击杀你，是吗？不对，你不是中毒了吗？无相魂毒，严重了。你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的右手吧，再不治就废了。清晨，你真该死！你早知我在这儿，所以才假装被念无极打成重伤，
依我出来。不然呢？曹恒他们出现的时候你就已经到了吧？也亏你有这个耐心，居然等到现在，害我先前陪念无极演了这么久。清晨，你以为光靠偷袭就能杀了我吗？我秦风纵横沙场多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四品血脉，难怪有如此霸气。死到临头还笑得出来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那上面除了无相魂毒，还有我的一点小礼物。真没想到你这么卑鄙，竟然下毒。哼，若你不抢走我的玉牌，又怎么会中毒呢？秦风，你军服，这是给我报。即便是废去一只手，我也能轻易杀了你。呸！恐怕你要失望了。啊！我的好哥哥。这小子，为什么感觉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？这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死！秦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去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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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不到秦风身家这么厚，这些阵符威力强大，怕是某个远古遗迹的产物。也罢，被断一臂的废人已不足为惧。啊，什么声音？无相魂毒虽会让人神志模糊，但绝不会变成这样。不对，他还中了曹恒的毒，难道两种毒素融合异变了？啊！张嘴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让你吃个药，怎么连我手也要吃了？清晨，救我！解毒丹也无效吗？你们看那边，前面好像都是尸体。刘武少，咱一起过去看看。不好，有人来了。别动。就为了保你清白，我躲成这副样子，能不能好好配合？
你们快来看，这人好像是聂无极。刘武生，你疯了吧？聂无极可是鬼仙派的少宗主啊，天极中期的顶尖天才，怎么可能死在这里？还真是他！你们快来看！大魏国三王子曹恒也在这儿。这到底谁做的？这人谁杀的？不知道。太可怕了，咋办？是。究竟是谁杀了他们？整个五国，怕是只有大齐国秦风和凌天宗幽千雪两人能和他们一战吧。不管如何，这事不是我们能够掺和的。是啊，我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。如果被人看到我和紫君公主这模样，我就是跳进星河也洗不清了。得找个安静的地方疗伤。你逼过他？先看一下这毒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强的传染力，九星神帝诀，万真归一。真气去毒是行不通了，只能想别的办法解药。念无极他们身上的宝贝倒是不少，看样子公主的毒还不着急解，不如先看看收获如何。是下品真实，这个是好东西。还是没有解药，不如看看秦风的储物戒指，其中有什么珍稀材料也不一定。四阶灵药，中品真实，真符。秦风用的应该就是这种破空真符，能使人在瞬间穿梭上百里虚空。四阶丙烯符，能够隐匿武者气息。五阶的攻击真符，这等真符一旦施展，怕是连灵武王稍有不慎也要陨落吧。好在符上都有禁制，秦风无法破解，不然。成功了，可惜这些对解毒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四阶紫兰果能提升武者修为和精神力，若我能借此突破紫薰身上的毒，不就迎刃而解？罗景山，九星神帝诀。
四王子，依你之见，那罗景山是死于兽还是人呢？他也许还算幸运吧，哼，至少没遇到我们。四王子，你快看那真气异象。跨入天际了，四王子殿下，灵山郡主，属下不敢上前，但可以肯定，异象绝对是来自前方山洞。你中了念无极的无相魂毒，我是在给你解毒，你的衣服也是你自己刺的，我先声明和我无关啊。你放开我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救人心切。虽然衣服是我自己撕的，但没必要说出来吧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气死我了。其实公主您放心，其实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你想想，你比我大三四岁，我就算找女人也不会找你吧。清晨，你简直混蛋！六妹，难不成是紫薰姐姐在这山洞中？嘘，有人来了。紫薰姐姐，是你在里面吗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啊，这发生什么了？哎，孤男寡女共处一个山洞，还一身凌乱。哎呀！你们都退下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外面戒烟？是。柳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是这厮欺负了你，死哥给你做主。殿下，清晨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别大呼小叫的，清晨刚才是在给我解毒疗伤。什么疗伤？要把衣服都脱了。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啊，好好，你说。我们一行人之前遇到了念无极和曹恒的埋伏。哎，你们说这秦晨不会要成驸马了吧？这还真不好说呀，据说灵山郡主也和秦晨有那么点意思。真的假的？若非秦晨，怕是我如今已经死了。
秦兄，刚刚对我冒犯，还请见谅。赵薇代令妹谢过救命之恩。哎，殿下暧昧心切，可以理解。子欣姐姐，我储物界里还有衣服，先给你换上吧。谢谢灵山妹妹。你们两个还不快出去！哎，秦尘这么快就搞定四王子殿下了。这泡妞手段，王者呀！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方才多谢了。分内之事，公主不必挂齿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不许闻！功高强，真是想不到秦兄如此手段，不但从曹恒和念无极手里救出舍妹，还将其击杀。赵某实在是佩服。诸位，这事乃我大齐机密，若有泄露，严惩不贷。请殿下和公主放心，我们定然守口如瓶。很好，现在念无极和曹恒尽皆陨落，两大势力已无人能挡我等，我大齐是时候出手了。还有一天多，考核就结束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先保证大家能获取足够通过考核的血晶才行。血晶，诸位就不用操心了。这都是从那些家伙身上得来的，大家各取所需吧。诸位都上来挑选吧。我这有一颗天级的，拿回王都也能卖个几万银币。就换一些地级中后期的血晶好了。这样我倒还赚了。我再有一颗低等血晶就够了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来了这什么长时间了，都这么久了。是啊，怎么还没见出来啊？没见到。肖战，这次你齐国已经淘汰70多人了吧，比去年足足多了一倍啊。尉迟兄，我记得去年齐国只有19人进入到第二轮擂台赛，今年看来要更凄惨呢。小战，赶紧看看，说不定又是你齐国。昨天王峰，怎么是你吗？将军，是赵啊？什么？赵什么？王恒呀，没见到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尉迟城，连你魏国弟子都不认识了？休要得意，和你齐国相比，不过才九牛一毛。周洛，你怎么了？尉迟城。你魏国的报应来了。小战，魏国不过才淘汰3个弟子，和你齐国比起来还差得远吧。风凉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早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鬼仙派的弟子了。可笑，我鬼仙派弟子可不是你齐国弟子，岂会被淘汰？痴人说梦。怎么回事？令长老，是这林长老，这就是你说的不会被淘汰？小战，你等着。不对，我鬼仙派和大卫弟子接连淘汰，里面定是发生了什么。我马上派人医治，等他们清醒。大卫弟子这是撞鬼了？这怎么跟下饺子一样？
大人，此人神志清醒。哦，大人，是齐国四王子赵薇，他带着一帮强者在围堵我大魏选手。齐人竟还能还击？三王子和念无极那俩呢？怎么不出手？我们已许久没见殿下和少宗主了。齐国有多少人？没看清。退！四哥，我们的队伍已经扩张到20余人了。殿下，最后一晚了，还行动吗？秦兄，你来决定。秦兄，你来决定。当然继续。先前遇到梁国之人，探得一些情报。一队集够了血精的魏国和鬼仙派之人，在东南方山谷扎了营，应该是得不到曹恒两人的指令，想待到试炼结束。那我们今晚就去将魏国和鬼仙派弟子一网打尽。嗯，一整天了都没我们的弟子淘汰，看来是两位少主出手了。不过大齐也没人淘汰，这太反常了。报！这人也太厉害了，居然是对手！我要报仇！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也得60-70个了吧？一夜的功夫，大魏和鬼仙派淘汰的弟子就超过了大齐啊。不对劲，三王子和曹恒呢？为何不出手？诸位，外面见。啊！啊！快看，算了，啊，出来了，都失地了。还请诸位不要肆意走动，接下来进行成绩核验，如有发现私下接触者，取消考核资格。2000多名选手。之前淘汰了600-700人，如今还剩600-700人活着，剩下没出来的怕是已经……唉，快找找公主、郡主和四王子殿下他们。是。小战，就算你再怎么找，你齐国公主也不会活过来。你看你们，也见到了。他们三个都没出来，看到他了。啊，紫萱公主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连齐国公主都没拿下，俩臭小子看我怎么羞辱他们。放心吧，看吧。于志成，看见无极少主和三王子殿下了吗？他们两个怎么好像不在这儿？还有四个呢。嗯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说不定是阵法出了问题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罗大师，赶紧给我们看看，试炼之地之中是不是还有人没有传送出来？就全都出来了，罗大师，你再看仔细些。出使之地阵法是由五国阵法师工会向上级工会申请来的，绝不会出错。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人没出来？我大魏国的三王子曹恒不见了，还有我鬼仙派的少宗主念无极。啊？什么？啊？这两个天津是难道还有人吗？谁能杀得了他们呀？你们是在说曹恒和念无极？我见过他俩的尸体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尉迟成，你要对我大梁弟子做什么？
赔了。此人竟是我魏国三王子，已经陨落。老夫只是想问个清楚。没错，柳无声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说清楚。回禀魏老，前天这人好像是聂无极。大魏国三王子曹恒也在这儿。你确定那是三王子和聂少宗主？没错，他们也都看到了。的确是曹恒和聂无极，还有什么？快说！还有众多大卫和鬼仙派其他武者的尸体。啊！真的来到，他们尸体多强啊！怎么死？下手，殿下，死了。地级中期血兽十枚。陈少子，薰公主，这两天我都担心死了，还以为你们……就凭那草，我手抽筋了。对了，殿下，公主，你们见过千峰吗？我怎么都寻不见他。我们也不清楚，我也奇怪，一直都没见他。还是没有找到，再去那边找找。西北五国第一轮生存考核，共2043人参加，通过考核者为236人，上名册。这么些人，这太……看，快看呐！凌天宗有23名弟子通过了考核。是吧？不愧是西北两大顶级宗门之一啊！哎呦，看这儿，大梁才牛呢，都有31人通过。这雨雾海第一强国，当之无愧啊！你们快看，大魏这是中邪了吗？今年大赵和大宋两国都通过了20多人，魏国这也太强，居然才8个，太少了。哎，你们快看大旗！大旗怎么这么多？哎，你看什么情况啊？太厉害了！是啊，这老天，历史上通过初试最多的一次还是30多年前的大梁，那时有40个人通过考核。这才奠定了大梁第一强国的地位，今天这个记录竟然被打破了。你谁呀、啊？以为我大齐队伍是这么容易混进来的吗？嘿，我说你这个丑饭，秦风，秦风，你的手臂，哼，我在里面遇到一头卑劣血兽，被他偷袭得手。陈帝，你说是吗？我看老天应该是觉得你太过高调，想让你以后夹起尾巴做人呢。我高调？哼，不如陈帝你吧，你可是设计杀死了曹恒和聂无极，保全我大齐英才们的大功臣呢。清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哦，紫薰公主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也在场啊！我也在场。小战，你齐国弟子杀我大魏皇嗣，其实我就算是拼了老命，也要杀了那小子。你杀我鬼仙派少宗主，拿命来！休要重修！凌霓也配阻止我？好，陈少，清晨小心！
一群黄毛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哼，都退后，自己来。秦臣暗害我大魏三王子曹恒，今日我必杀之。对，此子若是不死，我鬼仙派再无脸面在西北立足。五国大比不论结果如何，任何势力都不得在事后出手，这是当年定下的规矩，谁敢违抗？曹恒和念无极怎么就成死在我手里了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连你表兄秦风都这么说。也就只有你们两个白痴才会信秦风的鬼话。你，秦风口口声声说亲眼见我杀了曹恒二人，可见他当时就埋伏在现场。可论实力，他才像真正的凶手吧。更何况，整个大齐都知道秦风与我有仇，如此错落百出的诬陷你们都信，不是白痴是什么？哎，的确啊，五国之中除了幽千雪，也就只有秦风能斩杀曹恒和念无极了。哦，是啊。秦琛，你休想狡辩！曹恒和念无极明明就是中了你下的毒之后无法凝聚真气，被你一剑斩杀。那还请这位朋友描述一下曹恒和念无极的死状。我，如实说来即可。曹恒和念无极两人死相凄惨，应该是经历一番大战后而死。壮没中毒，弟子。也是不知。诸位听到了，那两人分明是经历一场大战而死，以弟子薄弱的修为逃生都成问题，哼，又焉能杀死他二人？该死，为了增加说服力，我故意说两人是中毒而死，这下麻烦了。你下毒后极力拖延，等到毒发之际再取人性命，有何不对？你身为大齐弟子，口口声声说在现场，却在紫薰公主身处危难时作弊上官，等公主和我逃生之后，偏偏曹恒和念无极在一场大战后被杀，而你偏又这么巧在试炼中断了一臂。不管诸位信不信，我反正信了，这肯定只是一个巧合。啊，哎，这位朋友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我想起。你只管说出事实。弟子曾在现场见到一只断臂，那上面的衣物纹理和秦风的一模一样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那秦风当时肯定藏在现场观战，等秦尘和紫薰公主狼狈逃走后再暗下杀手。两大天骄当时已然精疲力竭，如何能抵挡秦风的偷袭啊？最终只拼死斩下秦风的一只手臂，战败而亡。这场大战果然惨烈啊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曹恒二人，那你又是怎么逃出两人追杀的呢？哎，多亏了我手中这破空针符，我和公主才能侥幸逃过一劫。早知表兄你埋伏在周围，做弟弟的我也就不用浪费那张上古针符了。你，诸位听我解释。好啊，原来三殿下死于你手，卑鄙小人。秦臣，你好歹毒。
大哥，歹毒的是你吧？为了栽赃于我，竟私通外敌。不过你不仁，我却不能不义。生存考核，生死有命。魏国和鬼仙派仗势欺人，破了规矩。我秦尘绝不会看着你被他们所杀。要杀秦风，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我大齐没有孬种，五国也没有孬种。对，没有孬种。这种时候，秦尘还在为那秦风说话，这种气度令人敬佩啊。嗯，以德服人，这秦尘果真有情有义。再看那秦风，妥妥的奸佞小人。你们，我那。